吴京和谢楠自结婚以来一直给公众恩爱夫妻的形象，而作为硬汉吴京的妻子，谢楠在很多网友眼里都是优秀的贤内助。万万没想到，谢楠坑起老公来也是从不手软。日前，吴京因为电影拍摄之需剃头理发，老婆谢楠拿起工具直接就要上手开剃，惹得吴京大呼：“你别动，你最好先问人家要怎么剃好不好。”最后在谢楠的亲媳妇手艺下，吴京的新发型终于出炉了，网友们直呼这简直是中配谢广坤。